在玩 PC DIY 创办 CHH 的时候，也就是大概2007年前后，那时候的 Silverstone 是一个令人无比向往的品牌，不是因为后来让 Silverstone 临近皆知的 TF 或者乌鸦系列，而是更早的 TJ 系列，那个全塔全铝玩分体水冷可以水电分离的 TJ 系列，那个 PC DIY 黄金时代的产物。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去搜一下 TJ11 吧，看过之后就会明白现在的全塔机箱都是些什么垃圾玩意儿。巧的是，在我开办 CHH 之后，第一个愿意送出产品的机箱品牌也是 Silverstone， 包括 Silverstone 那时候在台北总部我也有幸去过，因此我知道 Silverstone 开办之初，即使从 Cooler Master 里分离出来的一帮专注全铝机箱的团队。巧，事情是这样的，老牌机电扇品牌 Cooler Master 说我要量，所以我要做钢箱，然后其中一群全铝爱好者员工们说滚，全铝才有质感才高档，量不量不重要。那结果上市公司当然更在乎量而不是质，最终那群全铝爱好者团队集体滚蛋了，从此就有了 Silverstone。但在 TF 和乌鸦系列成功之后， Silverstone 似乎失去了创新的意识。要知道机箱领域，如果你不使劲创新，就意味着被消费者逆位，然后大家就开始尝试不一样的风格，特别是中高端领域，你跟老婆过日子没几年都会腻，更何况一台几百上千元的机箱。于是在2015年，是的，我特意去翻阅了一下 CHH 最后一款 Silverstone 的机箱评测RVC02 之后，这个品牌就再也没有出现在 CHH 的机箱评测里了，因为我们对这个品牌毫无创意的产品彻底腻了。成熟点的解释就是，你没有错，只是我想换换胃口了，男人嘛，有条件谁不想做渣男呢？直到今年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今年的 Alta GEM 毫无疑问的无人问津。正常的，当一个机箱品牌过期了，想要再翻身就真的很难很难，但这并不影响 GEM 是一款至少让我觉得可以玩一下的产品，价格不贵，黑白两色可选，支持 ITX 和 MATX 主板。注意，虽说主板厂商都不重视 MATX 主板了，但支持 MATX 主板的机箱如今也很少有新货了。然后嘛，随便塞的显卡和 CPU 散热器兼容性，买穿甲弹就从机箱的那枚18厘米风扇。嗯，这风扇好像年纪比我儿子还大了，不过和当初的版本相比，如今还是有所改进的。所以除了大，真的很大之外， GM 是有吸引力的。反正立式摆放占用的是立体空间，这个大我觉得问题并不大。因为这次搭建非常 old school 的风冷解决方案，猫头鹰刚上市的 U12A 黑化版正巧也抵达了评测室，和 U12A 一同亮相的还有黑化之后的 A12 风扇以及通通黑化的酷具。不得不说，为了等 A12 的黑化版，我的白发都多长了好几根，但这个等待还是非常值得的。细看轴心处原本裸露的金属钻轴，如今也被黑化版一同优化，不再裸露，以及黑化后的 A12 扇叶采用了更有质感的复合纤维。所以就 A12 而言，这个黑化并不是单纯的黑一下仅此而已。风冷头牌果然就是头牌，最后令人久等的答卷一点都不含糊。
同样让我苦苦等待的还有海运 SFX 750瓦电源，终于量产上市了。你们知道这个视频频道开播之初，也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海运递来了这个产品的无标样品，结果一直跳票，跳啊跳的，整整一年多，最终黑白两色皆有，额定功率750瓦，同时白色还带有更纤细的白色线缆。好了，其他也没必要废话了，毕竟这个频道用这款产品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最后也就是显卡，好了，不装了。之所以选择这台 GEM， 是因为我们知道宋策一向非常积极的华硕叫送来这张首次和猫头鹰联名的3070，简单而言就是一张占用四根 PCI 插槽，搭载了2枚猫头鹰原厂 A12 风扇的3070显卡。关于这张显卡的实际表现，因为 NDA 的缘故，后续大家可以在 CHH 官方评测室看到详细的图文评测，而今天我们只能在这里为你展示开箱撕膜，拿在手上转几圈12厘米的 A12 风扇，乖乖，真的好大。然后就把主板插到这张显卡上面，我并没有口误，的确就是 ITX 主板被插到这张显卡上。装机结束后，进入系统，通过主板控制软件，我们分别将 CPU 散热器的2枚 A12 定速在1200转，机箱的18厘米穿甲弹定速在，相信我，你不会想要设定这枚穿甲弹的更高转速的，因为它的轴噪声是真的大。显卡嘛，实测待机非常安静， CPU 加 GPU 的双满载烤机散热器和机箱风扇依然固定转速，没有提升，显卡风扇只有900多转，这就很离谱了。我的意思是，那么强悍、那么有竞争力的显卡风冷散热器，只给3070用一下，是不是有一点？3080Ti也完全可以安排起来。哦，对了，绝对不能忘记黑化版，猫头鹰自家都 A12 黑化版上市了，要不就3080Ti加黑化的 A12 一起，两全其美一下吧。好了，装机视频开拓大家的视野。好久没有这样 CPU 和 GPU 完全都是传统风冷散热的解决方案了。虽然如今的 CPU 和 GPU 功耗越来越高，但高端旗舰的风冷并不是压制不了高端配置，同样的风冷玩好了一样也可以既安静又安逸，使用体验不输给水冷的同时还不用担心漏水和维护的问题，定时清个灰尘也就这样子了。只是有一说一，高端风冷的售价并不会让我们不玩水冷省下多少钱，也许开销反而会更大。好了，是时候和大家说再见了，再聊下去我怕猫头鹰不给我们送出产品了。至于华硕嘛，黑化版的联名3080Ti请一定安排一下吧。那就让我们下周见。